4月1日，陈奕迅在个人社交媒体晒出近照，并发文：乌云总会散去，没有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爱，以及我们对彼此的仁慈和友好。在晒出的照片中，陈奕迅身穿绿色卫衣，戴着口罩遮住脸，他将头发全部梳到耳后，稍显凌乱。